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：新冠变异株 XCC 的病例及其症状。这种变异株自六月在德国首次被发现以来，迅速扩散至英国、美国、丹麦等二十九个国家，甚至在捷克共和国的检出率高达百分之十六。专家们警告，XCC 可能很快成为主导的病毒株，其传播速度不容小觑。 研究显示，XCC 变异株的症状与其他新冠变异株相似，包括疲劳、喉咙痛和高烧。但由于其来自 Omicron 家族，疫苗仍然能提供良好的保护。尽管如此，随着变异株的持续演变，专家们强调了对 XCC 的密切监测的重要性，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影响。在这样的疫情背景下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，遵循专家的建议，保护自己和他人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。在全球疫情的惊涛骇浪中，一个新的新冠变异株 XCC 悄然兴起，成为各国卫生专家的新焦点。最初于六月在德国被辨识出来的 XCC，迅速向外扩散，并已在英国、美国和丹麦等多个国家留下足迹。专家们如临大敌，警告这种变异株可能很快取代现有变异株，成为主流。根据《独立报》的报告。 XCC 的传播速度惊人，全球至少二十九个国家和美国的二十四个州均已发现其踪迹。Cover 数据分析师麦克·霍尼指出，这一变异株在欧洲、北美和亚洲的扩散速度不容小觑。捷克共和国成为了 XCC 的温床，该国百分之十六的新冠病例样本中出现了 XCC 的影子。 这种变异株是 K.S. 一点一和 K.P. 三点三变异株的结合体，症状与其他新冠变异株类似，包括疲劳、头痛、喉咙痛和高烧。尽管病症看似眼熟，然而研究人员强调应加紧对 X.C.C. 的监测，以深入了解其更加细微的影响。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·巴卢克教授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，X.C.C. 的传染性显著增强，但幸运的是。 疫苗对其依然有效，这是因为 XCC 仍属于 Omicron 家族。巴卢克教授相信，随着冬季的来临，XCC 可能会成为主导的亚变异株。XCC 变异株的构成来自两个不同的亚变异株 KS 1.1和 KP 3.3。前者被俗称为 f l i u r 变异株，其特征是病毒的刺突蛋白中的氨基酸发生了微妙的变异，让病毒更易于依附在人类细胞上。 后者 KP 3.3则属于 f l u Q1、e、类别，也因其氨基酸的变异而提高了对人类细胞的结合效率。随着新冠病毒的持续演变，数据显示 XCC 变异株的感染病例每日稳步增长，并且显示出相较于前几代变异株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优势。其症状虽然与之前的变异株相仿，如发烧、喉咙痛、咳嗽、嗅觉丧失等，但这并未阻止人们对其保持额外的警觉。 专家指出，由于 XCC 依然属于 Omicron 系谱的亚家族，现有疫苗和加强针的接种仍能提供充足的保护，尤其是在防止重症和住院方面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（CDC） 强调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及改善室内空气质量仍是防护的重要措施。面对 XCC 的潜在威胁，研究人员呼吁进一步的密切监测，以便更好地掌握其症状和影响，确保在疫情持续发展中。 能够及时应对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每个人都应保持警觉，遵循专家的建议。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社区。随着冬季临近，防疫措施的强化势必会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防线，抵挡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变异株。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，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、谢琪琪。我是楚天舒，我是谢琪琪。XCC 变异株的出现再次提醒我们，疫情远未结束，我们必须加强对新变异株的监测和研究，以便及时应对可能的威胁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忽略小的变化可能导致大的危机，就像1918年流感大流行初期被低估的情况一样。 现在我们不能重蹈覆辙。哎呀，楚天舒，别这么危言耸听嘛。每次有新变异株出现，媒体都要炒作一番，结果呢？我们的疫苗和措施还是很有效的。就像我隔壁老王说的，小病小痛不抓狂，疫苗有效，洗手戴口罩，日子照过，别吓自己了。谢琪琪，当然，疫苗是我们的保护盾，但我们不能过于自信。 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，他过于自信飞得太高，结果坠落。我们需要谨慎行事，确保疫苗的更新和科学数据的及时跟进。记住，预防胜于治疗，这不是吓唬，而是明智之举。楚天舒，你这话有点过于戏剧化了吧？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在写科幻小说了。我们的科学家可不是吃素的，他们都在努力跟踪病毒的变化。 再说了，疫苗就像是现代版的钢铁侠铠甲，只会越来越强。不如我们保持乐观，否则人人都像你这么紧张，那生活岂不是闹心得很？谢琪琪，保持乐观当然重要，但这不意味着放松警惕。这就好比说，你开车时不能因为有安全带就不看路况。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，比如加强疫苗研发和公共卫生政策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生活。 否则，只是掩耳盗铃罢了。哎，楚天舒，你这样子会让人觉得我们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。其实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我们更需要的是适应和灵活应对。就像堂吉诃德，不需要和每一个风车战斗，重点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初心和勇气。让我们相信科学，相信人类的智慧，这才是前进的动力。 《思想先驱报》成为有洞察力的人。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，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，李奇博士主持《和平评点》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探索》。这是一个由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、媒体人、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。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，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。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，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修正错误。网友可以参与讨论，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。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，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。